前面的碎发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的胎毛吗？这是胎毛吗？这都什么东西啊？我用脚做，哇！你们这些人是真的矫情，再叫一句，我用脚来做，我用脚来做解压，信不信？谁他妈耳朵神经感染了不干净了？我耳朵不干净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好想你们，好想你们。以为我不敢。先想想这有没有违反直播那条条例，直播有没有说不能把酒放到桌子上来。哎，不对呀，我把酒放上来你们也不知道这是酒呀。这我的酒在这儿，但是你们也不知道这是我的酒呀，有什么意义吗？这件事情活韧带太差，这是什么？活韧带太差，我不能用身体摩擦上去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等等，我把酒放回去，把酒放回去。直播条例久了，你们专吃。先矫情的，好了好了，开始了，不闹了。关注半年第一次看直播，不好意思让你看到了这个画面，我平时不这样，我是刚刚被他们气到了，我平时挺正常的。谢谢谢谢关注了半年，平时晚上可以过来看看，但是我平时不这样的，我平时就蛮好的。谢谢馒头陪着Libra，你别说话。谢谢皮袜子，谢谢人间波浪线。
今天打光打的不太对，光打的有点暗。声和通过了，我看看啊，声和通过了。哦，开启天选时刻，要我这儿点的对吧？要我这儿点一下，你们才能抽奖。功能时长5分钟，我们先抽一份看看。我第一次用这个功能。啊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这儿要点的，我点一个，开启天选时刻，确认。Thank you.
有100多个建章，只有几十个参加了抽奖，哦，都还在来的路上，对吧？但不是现在所有人都到齐了，所以我要分开抽，一分一分抽。我一次性抽10分，这会儿没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就抽不到了。
梦主不是主分享了直播间，现在能看到分享直播间的呢。这两天瘦了一点点。不是，我不能闭麦，我怎么打嗝？天选时刻没结束，我不能闭麦，不能闭麦，我怎么打嗝？哦，我的天哪！别打出来，别打出来，千万不要打出来，不要打出来。抽奖每次都要手打，有点麻烦。
下来我们直接抽三分豆汁好吧，我们下一分抽三个豆汁。谢谢爱秀秀，谢谢珍子，谢谢多拉拉土肥。回馈大家的，我说我现在没有见长，我开这个，然后偏见。
下先后顺序好吗？哇，我真的生气。我要是在对吧，二三十个舰长，然后冲白舰送礼物，那叫那个，我是上了白舰回馈礼物啊。
商量紫开波说了一点点。皮克拉皮克拉皮克拉，然后你无论把它放在哪儿，你都觉得有个大鸟在盯着你，就
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前两个是豆汁，第三个是大鸟，就是大胖子和 Mr. 梦的石头汁，饭馆帮我整理一下，大胖子和 Mr. 梦的石头汁，然后 Eric 的是大鸟。
们可以试试。谢谢爱吹气的小黄瓜送的小针，你们可以试试，就是感冒的时候，然后把它放在鼻子里，就是把耳机放在鼻子里。虽然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据之前我直播间的梯度跟我讲，感冒的时候，放直升机，然后把耳机塞在鼻孔里有奇效。当然，如果没有效果，你们也不能。哎，这怎么又抽到一个？哎，恭喜恭喜超叔，恭喜变态呀！还有。Eric 这个负三， Eric 前面抽中的是别的。谢谢沙哈不沙哈的舰长。当然如果没有你们也不能来找我，但是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就是感冒的时候鼻子不通，然后把耳机拿出来塞鼻孔里，就说是一下就通了，我不知道他是骗我的还是干嘛。但是那几天我记得那几天直播他进来一直说很难受，人感冒了感冒了，有一天进来我在坐直升机，然后他跟我这么说的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。恭喜恭喜恭喜教授，恭喜变态呀。 Eric 那个负三这次抽出两个人，谢谢杨伟基。好，我们再抽，现在几个人了呀？有房管知道吗？现在抽了几个人了？谢谢陆小姐许飞的舰长，这里写许飞的是不是都是以前上过我船的呀？谢谢 LSYRYF 许飞的舰长，是不是代表都是以前在我船上过船的呀？他若写的是自动许飞。我没想到我现在直播老船员回来的有那么多人，基本上十个上船里有九个都是自动续费的，有那么多啊？不是啊，我现在都可以自动续费啊，我以为都是老伙计。谢谢深蓝，谢谢兔子，比格拉比格拉比格拉啊！那我现在还要抽七个人，七个加三个就十个，然后等一下我再抽三个，我们抽十三个吧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把声音放到你们脑壳当中，你们感受一下。不能放，我开着抽奖的。好的，放。我傻逼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傻逼了。我刚刚其实可以闭麦打歌的，我又傻逼了。你们现在感觉一下，耳机都放在鼻孔，耳机都戴好了吗？都放在鼻孔里了吗？
像我房管，我房管林丽，还有小鸟鸟的，哇，这个名字是真的是小鸟鸟的那个他们的投稿里面有我的直播录像，因为直播的那个质量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的比较好，我觉得就不放进投稿里了，而且太混了，到时候说我现在更新就拿直播录像更有种太混了的感觉。哦，可以打歌了。哎，忙了一晚上，终于可以打歌了。看看啊，接下来想听泡沫的声音吗？这是什么？慢速的打耳，我试试看。慢速的，我们先用磨耳勺吧，我用磨耳勺慢速的掏一下。我给你们刮一下耳膜，然后刮的稍微慢一点，你们感觉一下。什么都别觉得奇怪就
而让你们感受是啊。接下来你们刚刚说想要慢一点的，我现在拿一个小透明滑棒，然后在耳朵里面转着，尽量慢一点。我快了提醒我会忍不住，我有时候会忍不住，然后就快了。你们觉得我太快了，就提醒我。谢谢小黄瓜，我也不敢。
的时候你们再刷，没有人的时候不要冷不丁来两句，我很累的。清醒的别吧，喜欢他们拿一个就是掏耳鹅毛棒，然后
们说有碰到过有人喜欢这个感觉，然后跟他们说就是给我脸上画半小时，就拿一个硬叉敲一下，然后拿一个在脸上画，对，点了半小时才而不才而光滑脸，那没有遇到过。晚上后来又去了我妈那儿一次，就没有录上，谢谢啊。